你又换电子锁啊？没有啊，我还是用这一样的摩根的智能锁。你看今天那个颜色是不是不一样啊？因为摩根的这个智能锁，它的这个手柄是可以换颜色的，所以可以每天依据你喜欢的颜色，你就把它换上去。如果现在过年的话，你就可以换成红色。如果你今天是星期天，明天是 Monday， 你非心情非常 blue， 你可以把它换成蓝色。OK， 所以现在我就把它擦干净给你看。OK。摩根智能锁不需要换款式也可以换颜色，你最好的选择。